大家好，我是小潘，我们又炖了一锅的这个骨头哈，也是十多斤。然后今天是我生日，然后再炒一个菜。小潘他们回来了，大口大口去给我买蛋糕。一百年纪了也要吃蛋糕。一百年。哎呀，长进了。辣不辣？哎呀，好痛。这个腊肉是少不了的，削点皮，炒点腊肉和那个折耳根。哎呀，这头放下来，不然我那摔跤崴了去了。这个是二刀肉哈，下面是瘦的，上面是肥的，带一点肥的。哎呀，这个太硬了。腊肉炒折耳根特别好吃。俺这边现在我赶紧帮你报单嘛，你就报。已经开好久了，现在把这个水倒掉，都快干了。更人难啊！我娘给他们不娘光娘有难，光娘有难啊！哎呀，这个折耳根是刚才我彪彪倒发了，就这么一点。好香，现在还是特别特别嫩的，放进去就可以捞出来，不能炒太老。这是野生的，太香了，它会进粉了，都会发。我们这边吃粉呢、啊，都有这个折耳根，放折耳根呢、啊，还有那个酸豆角。现在还有叶子，这个折耳根要放一点盐，腊肉有盐了的，有了，好，我们先放点鸡精，翻两下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手洗菜太冷了，都没有。还有炒这个带鱼哈，这个是干的，上次粉丝给小潘寄的，小江炒了一次，然后就没有炒，用这个菜油炸一下。这个像那个萝卜干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吃饭了哟，骨头，一锅骨头。我修白的不懂啊。今天小班之日生日，全都去吃骨头，那你多吃点来哈。有肉的，你看没？我今天中午都吃好多了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每天这么累的话，长胖了。多吃点肥肉。吃嘞，姐，我就凉了，我等一下就凉了，别过来。那小强哥就凉，他讲的应该吸不养，没有太，你就太粗鲁这样子，直接。你没钱吗？哈哈哈哈哈哈。你吃。着急了，我都着急了，看见。你姐要多吃点。面子鸡肉来啊，鸡骨头啊，鸡骨架，鸡骨架，把这个拿开了，把这个拿开。今天买水果啊？水果蛮多呀。人，要多水果吃。哎，回去啦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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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先去放了。